爸，一起来啊！子萱，子萱要丢哪里？你要不丢哪里啊？哇哦，你在帮他浇水是不是？爸，爸，你怎么了？爸，爸，爸，你怎么了？ 陈先生，这是你爸爸他的主动脉瓣的这个影像哈。是。父亲因为昏倒，然后到急诊，那我们检查发现他这个主动瓣膜硬化钙化的非常厉害，他没有办法打开这个瓣膜，已经没有办法使用。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一般传统上需要开心手术。医师，这个开刀的风险高吗？ 传统上来说，我们不管是所谓的微创手术，我们必须要接上人工心肺机，让心脏停下来。可是人工心肺机会产生一些发炎反应，或是造成病人后续的一些肺炎啊，然后肾衰竭啊等等这种并发症。那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叫经皮的主动脉瓣膜的置换，那这种导管的瓣膜置换，那病人他就不需要接上这样人工心肺机，手术时间也大幅的缩短，比较没有出血的问题，所以这样的病人他的恢复比较快。 因为有这个所谓的复合式的手术的平台，那使得我们心脏内科跟外科医师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各发我们的这专长，那让内外科医师可以在这个平台一起帮病人完成这个复杂的手术。我们在这样复合手术室里面，我们可以用这种高阶的 X 光，然后我们有一个定好的定位，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整个在 X 光下操作的情况，那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瓣膜置换，而病人就不需要再接受开胸。以前需要动十几个小时的很复杂的 心脏外科手术，现在可以在复合室里面，心脏内外科医师呢，可以在很短的一个多小时，利用新的科技跟新的材料，就可以把病人的问题解决。这种混合型的手术是以病人为中心，对病人有需要又要开刀又要血管摄影这样子的一个病患是最大的福音。嗨，张医师，嗨，阿贝，啊，我小给你听一下好不好？嗯，好。 没啦，今嘛心脏拢无杂音，给盖好呢，还容易哦，已经也无啊话新的啦，现在用盖固。在一个区域的医疗中心，我想全世界都一样，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它要把最新的医疗还继续的，要跟得上最新的医疗，还要把新的医疗往前推，然后让病人呢可以用最安全的方式，可以获得最好的一个结果。